欢迎收看《YY 三十天》。那些想要提升自己的学业的朋友们，那你们可以试一下老师下来的这个方法。男生的话，在8月16号到9月15号这段时间，拿一个黑色的杯子啊，然后装水在里面。不管是装少、装一半、装多都没有关系，反正就不能够空杯，这个杯子必须装有水，然后放在你的书桌上面，哦，然后每一天更换。那女生的话，用蓝色的杯子装水，一样的把它放在你的书桌。这个方法能够很有效的提升男生跟女生的这个文昌运。好，记得哈，帮老师这个点赞哈，还有 follow 老师的频道，也记得帮老师转发哦。Okay. 那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见喽，拜。